干嘛？如果我想要蓝海。 还用得着跟你结婚吗？你没有资格知道我想要什么。你就乖乖当好你的庄心妍。如果再有下次，我绝对不会再来救你。 我总算是毕业了，终于回家啦！不过话说，曼曼应该还没有回来过吧？一条信息都没有回我，你到底在干嘛？行，给我等着，看你回来，我不收拾你！ 陆离城，这里是，你有没有想我呀？嗯，有没有想我？那你有没有想你曼曼姐姐？嗯，她呀，最没有良心了。切，嘿嘿嘿嘿嘿嘿嘿，你呀，出去上了4年大学，一点长进都没有。你能不能别这个时候提曼宁啊？再惹得你沈叔叔伤心。 沈叔叔到手没？嗯，哎呀，这个孩子，大人的事你手下操心。哎，妈，哎呀，这么久还没有到手啊？您这追人的技术也太差了，要不然我帮您。你干嘛？沈叔叔，哎，是，哎呀，干嘛啊？你还是先把你自己的工作给我打算好了，别整天拿着个本子画画画画画。 那漫画作者能当饭吃啊？漫画作者怎么就不能当饭吃了？还有啊，你怎么知道我找不到工作？我昨天就收到公司发来的 offer 了。美娜工作都找好了？啊啊，是啊，沈叔叔，我在线上面试了一个很大的珠宝设计工作室，老板可厉害了，听说拿了好多设计级的国际金奖。 我想，如果我能进去待上几年，说不定我出来也能成为一个小小的珠宝设计师。你呀，先通过了实习期，你再说吧。妈，曼娜，要是曼宁能像你这样听话就好了，早点回来顺利工作，我也就不用这么惦记她了。您别担心，等大研修结束回来，一定立刻马上回来陪您。<笑>但愿如此吧。 哦，对了，曼曼让我把她的毕业作品拿回来给您看。哎呀，你看，画的多好，多厉害！
你们要去哪儿？又是我不该问的，对吗？你只需要记得，你回庄家的目的。我会做好我该做的事情。 你要出去啊！来人！来人！来人呐！董事长的病情突然恶化了，赶紧送董事长去医院。 董事长的病理检查报告大家都看到了吧？老董事长以前坚持保守治疗，现在已经确诊重度肾衰竭，所以接下来董事长都要待在医院里。根据目前的这个情况，老董事长必须留在医院里做全面的系统治疗。现在病情变化的这么快，作为主治医生，我也向你们提出一个必要的建议。说吧。 我希望所有庄家人留在医院，留下一份血样，这样就能为老董事长做亲属之间的肾移植匹配。假如亲属之间有合适的匹配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在万一不测的情况下，立即为老董事长做亲属之间的肾脏移植术。移植？啊，那您的意思是说，凡是和庄老董事长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，全部都需要配型吗？是的。 直系血亲之间的匹配，远高于陌生供体，所以我希望所有的庄家人提前来到医院采配血样。可以，准备吧。